özellikle zor durumda çalışamayan insanlara bu şekilde görev yapmanız çok mutlu verici bir şey. Özellikle çocuklar daha çok sevindi buna. Çok teşekkür ederim. Allah razı olsun bize Tayvan'dan bize yardım ettiği için biz depremzedelere. Allah onlara bu afeti yaşatmasın ya Rabbim. Kurban olduğum Allah. Kimseye yaşatmasın. Çok sağ olun. Çok teşekkür ederim. يعني نحن هذا الوضع طارئ أتينا الوضع طارئ لم يكن لنا خبرة سابقة به هذه هي أكبر صعوبة نواجهها ولكن الحمد لله أي صعوبة تأتي نحن نستطيع أن نحلها الحمد لله بوقتها شعور رائع جدا أن نستطيع أن نستقبل تقريبا 3000 عائلة كل يوم ونعطيهم الهدية بدون أي مشاكل أو انتظار في الدور أو تصادم بين الناس 40 天之内能够发了3万 6000将近40000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的慈济菩萨们为天下做多少事啊！哪里有灾难，都代替师父走师父想要走到的路，伸出了双手，每一个地区伸出双手了。 每一只每一双手，都是呢师父想要伸出去的千手万手万万手，手都动起来了。我们就4点起床嘛，然后5点要启程，把他们的家园清扫干净哦，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慈济的爱。 Coba sama Joni lu tinggal mana? Saya duduk mak mai rumah. Oh, bapa. Sini sekolah sudah penuh. Our kitchen all still bad condition. It's like very convenient lah. When you're in the disaster, you don't need to go home. Alhamdulillah lah, dapat bantuan daripada Suji. Jadi dapatlah kita melaksanakan kerja ini dengan sempurna, dengan cantiknya. Memang terpujilah. Saya rasa syukur pada Suji ini dapat menolong penduduk taman ini lah. 看他们的水果旁边呢，都浮动了好多好多了。那些回收物、瓶瓶罐罐啊，都不是在上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希望啊，我们能够走入这些灾民灾区，然后接下来的关怀他们，就是要教育他们说，要时时都要做环保。每一个地区呢，都是应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地点的演进。 最重要是你们的心，但愿呐，师父都在所有弟子的心中呢，时常你们都有听到师父的声音，这个在听心音呐，听心音哈，师父在你们的心中，那我的声音都在你的心中，要记得。 灵山呐、啊，都是在人人的心头里，人人都有个灵山法会啦，所以我们永远都在灵山会中。现在不也就是吗？都是展现了人人都是菩萨，不管再大的困难都愿意克服，真的就是请求大家人。 都会提起了树，推树。这个时候呢，要先把爱的能量、心门打开，爱的力量打开心门。这个心门呢，那就是要爱普天下众生。众生不只是人，众生呢，包括了一切的动植物、动物。 植物，我们都要爱；山河大地啊，我们都要爱。现在气候变迁的事情，似乎是日日都很担心呐、啊。那这气候变迁呢，跟环保呢是很大的关联呐、啊，那一种环环相扣。环保跟人更大的关联。
所以呢，整个大地呢，不管是空污啦，或者是大地受污染呐，都是人类所造成。我们人类呢，展开了我们的心，来爱护的天地万物，伸出了双手，我们呢，来成就了一切，带动了人人方向正确，这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减少吃一些肉类，也可以为地球出一份力。现在呢，天灾频传，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多素食，然后净化人心，然后环保一定要做。素很重要，这就是让我们的虔诚的心啊，上达诸佛菩萨听，不分宗教，总是呢，任何一个宗教呢，我们都要来劝这一份虔诚的心。让人提出虔诚，啊，什么样的叫做虔诚呢？最好的表达，那就是用如数。如是他可以不杀生，那就是护生爱物，不只是爱人物，还要爱动物，所有的有形无形啊，无不都是需要展开了维护的爱。现在师父还要提醒大家，如数以习水，如数习水，这都是很重要。如数呢，是提倡我们人人的爱心，表达虔诚。那习水呢，是未来我们的大生命的对最重要。因为呢，天下不能没有水，大地也不能没有水。大地呢，缺水了，那就是五谷杂粮呢，就长不起。我们没有水呢，也活不下去。总而言之呢，我们就如数习水，这都要很重要。那当然啦，不要忘掉了，木心又要木人，这我们很有福。但是呢，我们还要更谨慎，我们还要更花心，还要更虔诚。所以推数还要不断的牧人牧心，每一个人在一加一，那就不就是呢，不断的加上去，那就是一生无量。数也是一样，不只是一个人，就是要欠全家数，能这样的力量啊，是无量啊。多数，那就是减少杀生，这就是爱的培养，增加爱的能量哦。这都是我听到很欢喜，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再接再厉，一生无量。无量呢，是从一生，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呢，都要有这样的愿力。总是呢，不管欠数也好，欠心也好，欠人也好，那人人手机上对你们的亲朋好友，那一直欠善，一支镜头啊，就会当欠善啦，就会当欠数啦。这样呢，度化人间呐，不能呢松懈掉。所以唯有呢，人人的心，一切唯心造，唯有心呐，提出了诚恳的爱心，这种的爱天地万物啦，表达啦，仰天呐，咱仰天的时候，爱讲忏悔啊，那
低头呢，要向地啦说感恩啦。真正是吼，仰天呢要说忏悔，真正爱低头呢爱说感恩。我们要用虔诚的感恩心吼，用如数呢感恩天下万物，来回报呢这个我们这样的天地之间吼，恢复了给予我们健康的山地阳光水吼，这都是期待吼，希望大家人用心用爱来共同一心虔诚的祈祷吼。